油油的草地，美妙的歌声，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，七十多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彭亨州整个巴耶的小溪旁，来个野餐野餐会。金和影评作家卓彦豪联手举行的这场野餐演唱会，顾名思义就是一场到家外旅游野餐，加上由于美心在野外开上的特别活动啦。这回美心除了找来师妹库比王思涵为他伴奏，还有神秘嘉宾助阵哦。跳舞跳舞，小朋友跳舞。优美的环境还有歌声围绕，也少不了美食。女美心在现场还为大家准备这个特别的食物——鸡蛋小鸭。这个很考功夫哦。然后切了一半呢，这个是底部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蛋黄放上去。哎，这个好像比较小个哎。不一样的风景，不一样的气息。这个星期天果然很不一样。一家人到郊外野餐，联系感情，加上有现场 live 音乐的陪伴。野餐演唱会的新点子真的还不错哦。